是有些不同空间的众生，要求弟子每天诵《无量寿经》三部，念一万声佛号回向给他们。如果弟子答应他们的要求，就没有没法完成道场安排的功课。请问应该怎么做？这位网络的同学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出家众。如果是出家众呢，道场里面有早晚功课。但是除早晚功课之外呀，加这个功课也行。如果不是在道场，你每天早晚定的一个功课，你可以把功课放下来。我每天三部无量寿经，一万声佛号，就当做自己的功课做，同时回向给他们。那么这样呢，你做一个星期也可以，半个月也可以，最长呢，一个月就够了。一个月之后，或者一个星期之后，你就恢复你自己的功课。那么一般这个7天呢，到2个期、3个期，就很圆满，他们呢一定会得利益。